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进笼子，进笼子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来来来，我们守这个笼子，这个笼子非常好守，好吧，只有一个出口。哦，差一点。表妹，你上那边，你上这边，你怎么打呀？哎呀，笨蛋！哎，我们三个守笼子，没人敢进来啊。哦，但是还没有野人过来。哼，来呀来呀，告诉他们我们在笼子里。怎么又来了一个人？这就是人类最后的家园。但他一个野人，他怎么进得来呀？他不是输定了吗？四大天王镇守铁笼，表妹还出去，不准进来，不准进来。上去。哎呦，还好还好，好恐怖他。这四个人类守一个洞口，确实野人有点难呀。只要我们不出去，他们就攻不进来。哎呦！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！我还有30滴血了，表妹，我不能再被打了。他好怕呀，他很怕他。哎呦，好惨，好惨！被减速了，还被减速了。哎，他！哎呀，差一点。小妹，你出来，我们出来跟他玩一玩。好，把你堵住，不让你进来了。开玩笑，这么大的口，表哥，你能堵得住吗？哎，我没注意。好可怕呀，表哥成野人了。我没注意，你们完了，还在外面跑呢。快回来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还在外面跑呢，你们？你怎么活这么快呀、啊？我是野人了，你们还想跑呢？你复活出来太快了。